干嘛？这边叫做清流啊。快速就掩埋了。算了算了。咱们去吧。尽量会去拍，对，要看时间。这边拍的比较多的，光荣一场要到中秋节过后，它才会出去。对啊，没有十月初嘛，十月初就有台风。对啊，要再看看。对啊，上次我们去那个去那边绕一绕，去光荣一场，它都还没有，对啊，都没有东西。有船钓的啦。有船钓，对我就买它船钓的，可是有个不好，它自己回去杀。它不防沙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船钓不防沙。今天带这些就好了，刚刚水的都被拿走了，就算了。来，这个马家这个刺汤啊，好，要不要算？不用不用，全部都算刺汤。这个一公斤150，这个120，我算你120。谢谢谢谢。1.04，一公斤120，125。谢谢。没有单，一个价钱他没开单，请问啊，125，谢谢。你买了这些？375找你，谢谢。
百，一档、两档、三档、五百。水晶瓶，做保存。